么钥匙就全挂？什么人呐？你开个车你牛皮呀、啊？你大爷的，跟谁俩皮呢？你以为你薛某是皮皮虾吗？说欺负就欺负，给我去死吧，老弟！我九天玄雷，风火流浪汉，你以为我是好欺负吗？经过这么多大风大浪，手里拿个小破刀就，哎呀，你扔地雷，你还扔地雷，我撒泼尿我刺死你，我老弟扔雷，哎呀，这白把给手枪，先把手枪捡上吧，太危险了。外面的世界太危险，给我去炸了吧，老弟！升级，哼，无敌！哟，兄弟，我是一个无敌的流浪汉，我是一个无敌的流浪汉。兔兔白给，兄弟，扔雷，无没有，你还是个人了啊？欺负一个弱小的人类。You, 拿到了这个大喷子啊，基本上我已经是无敌了嘛。咚咚咚，哎呦我，这个车太脆弱了，实在是，竟然扛不起我这个枪。哎，好呀，还是这枪好使啊，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冲锋枪，感觉没有什么卵用。哇，火箭筒，我的天！火箭筒，我天哪，没有想到，哎呦哇，太猛了，哎呦我太狠了，我太爱这把枪了，我上辈子就是个火箭筒，我觉得，我的天，太猛了吧，没想到人类的技术已经，哎，有人喊，兄弟干嘛？哎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打我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，臭弟弟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别忘了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